孟德呀，你太多疑了！错杀了好人，做下大恶了！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今日之会，真乃我大汉王朝的中兴之兆，请袁公担当义军盟主，共同讨贼。嗨，你们没有看见我哥哥在这里吗？你有多少人马？ 连我在内，三人三级。十八镇诸侯，接诏入金秦王，除贼复国。谁能将曹操狗贼的头颅给我踢上来，我将免你们不死。未来娱乐台。三国。